其他州，然后走，在我还没有改成 hoco 之前，我们都已经卖着 hoco 的产品。hoco 的产品给我的印象就是包装漂亮，质量保证，还有他们的服务的专业团队。然后当我跟两位创办人。 了解了他们的生意模式之后，我们就将我们在车拉这一间店，C8010改成 Hong Kong Concept 店，再加上 Hong Kong Cafe。这样子的话，大家有时间过来喝下茶，指教指教。大家好，我叫阿明。Hello，我是来自金宝的林。Hello， 大家好啊，我叫 Steve， 我做咗电话好多年。 早幾年前就遇到 I Grace， 你就介紹我咗做呢個 Hong Kong 嘅 concept store， 所以我就決定唔再做電話，專focus喺呢啲 accessory 啫。希望 Hong Kong 越做越好，拜拜。Hello，我是来自金宝的林。大家好，我是简一舒，我是从2018年开始加入 Hong Kong 品牌大家族的。 现在有3间 hoco 品牌的专门店，当我们卖 hoco 产品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有信心，因为它会控制到很好它的价格，它不会出现乱乱丢价钱、杂价钱的情况，而且包括它每一间店的地区划分的都是非常好，欢迎大家加入 hoco 品牌大家族。嗨，我是来自金宝的林。 嗨， 我是来自金宝的依琳。当初呢，我会选择 hoco 是因为我相信品牌的重要性，还有这个商业模式带来的商机，相信会有更好的发展。同时呢，我也看到 Mr. 钟和 Agnes 的那份热忱和坚持，所以我对 hoco 在马来西亚未来的发展是充满期待，也希望 hoco 能推出更多优质的产品。加油！嗨， 我是来自金宝的依琳。 Hello， 大家好，我是 Apple， 我来自沙劳越。首先，我认为品牌对未来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行业选择了 hoco。我看到 hoco 将为我们的配饰行业带来良好的商机，为我们马来西亚创造更好的未来。hoco 加油！谢谢大家。我是来自金宝的林。Joseph，Hi， 我是 Joseph，我是来自马六甲 J Talk。 OK， 对于 hoco 的第一印象是很齐全啊，就是你去任何 hoco 的店家，都会觉得哇，都有东西，都有全部你想要找到的都会有，很足够，packing 也很漂亮，再这样子下去 hoco 都会变很好啦，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大。 希望在今年 ，hoco 会在马来西亚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这一个牌子。Hello，我是来自金宝的林。大家好，我是 Priya， 这里是 hoco 创维 Priya Mate。我们这边也是有卖很多种的产品，就是 cup holder 耳机啊、电话壳，还有 power bank 那些东西都我们这边有卖。然后我们这边也是有让 hoco 做自己 customize 的手机壳。 还有，我们这边也是有给你自己选自己喜欢的配件，自己选自己喜欢的奶油胶。除了 iPhone， 我们也是这边有 Android 的壳。那还等什么？来看看我们 hoco 的产品。嗨，我是来自金宝的林。Hello， 大家好，我是 Noah Enterprise 阿元。那么我们加入 hoco 的原因呢，其实也有以下的几个。第一 ，hoco 它有自己的品牌；第二，它有自己的包装。 那么它也有自己售后的服务，重点就是说 hoco 呢，它有空架，它不可以随意丢架，这几点呢都是我加入 hoco 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在此就要感谢一下 hoco， 那么也希望我们在一起再创造另外一个高峰。 好的，谢谢。嗨，我是来自金宝的林。其他州，王总混 audio， 后过专卖店里，我跟 hoco 合作了5年，我希望在2024年还可以再继续合作下去，开发新店。
我认为产品对于我很未来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选择浩库，因为我看到浩库将来为我们配饰行业带来良好的商机，为了马来西亚市场创造了更好的生活方式。浩库加油！嗨，我是来自金宝的 A。嗨，我是 Miss Lee 啊，来自 TWG 雄威不露 SB Mall。我选择 hoco， 因为我相信品牌对于未来是很重要的。hoco 不仅让配饰行业带来商机，还为马来西亚整个市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方式。品牌力量和创新元素让 hoco 独具魅力，期待与这个引流潮流的品牌共创令人惊喜的配饰时代。在此我感谢 Mr. Tong 和 Miss Gray 给我这一个机会与 hoco 同在，你们的支持对于我来说成功至关重要，期待以你们的继续支持共同成长和继续合作，感谢你们成为我们故事里的重要一部分。嗨，我是来自金宝的 Erin。 Hi everybody, I'm Jerry from CDS Gadget。Why we need to buy hoco? More convenience, more variety, more service. Hi, 我是来自金宝的 Erin。 Okay, saya fans hoco. Macam yang ni saya pakai dah lama dah. Saya dengan smartwatch, apa-apa barang kat hoco ni semua saya suka lah. Lepas tu saya macam nak ibarat panggil regular customer lah. Bila saya nak beli barang apa-apa, mesti saya datang sini. Saya harap hoco dapat maju jaya lah. Hello, 我是来自金宝的 Erin。 Hello, kalau korang mencari ubat yang berkualiti dan murah, datanglah ke kedai kami, kedai hoco terbaik。 Hi, 我是来自金宝的 Erin。 Hoco supporter, barang hoco sangat bagus dan sangat berkualiti, so jangan lupa support hoco。 Hi, 我是来自金宝的 Erin。Hoco punya brand memang bagus.